为了海和远，他们为什么就是干这个行业呢？他们全是嘛，都是为了给两个人员这样的生活，他这个一线面线嘛，给其他就为什么啊？给我们这个三亚，还有这个小亚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别人一次征兵，都要过过家里头的是征服。我当兵的老百姓都为了我争取，到现在我们国家只有这个难，把我们兄弟几个请了，表达了心意，为社会做了贡献。我们在几十方面来。 捡鸡雕牌屋子，你回家吧。就是今天一会儿自己的力量。全村里人一辈子挺过，年底顶可爱的人。啊，要真的没跑，需要全年跑。一个没跑啊，是男全男的啊。房地不知忙生产，靠钱服务保安全，一条企业不走断，主动上门来提钱。 有决心的，注意身体健康。武汉加油！武汉加油！中国加油！武汉加油！中国必胜！武汉加油！中国加油！加油！武汉加油！中国加油！加油！我们前面只是吃那个，就是出一份自己的力量。 就是今天自己的微博之类，那个今天觉得蛮有希望的。今天觉得还觉得好，你们的医生护士也对我们好，从那个心里来说，我们就凭借了蛮多。一来是平安子，感谢感谢感谢，真的要感谢。早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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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上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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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板，帮我弄个面子。 明天再去抢呀，洗个澡。到哪儿了，铁子？上哪儿去？到等你呢。咱俩的自拍三杯啊！镜湖边的柳树都发芽了，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、看柳树。我得给我好起来。你要好好挑。儿子，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，还有小米粥。 等你回来吃啊！武汉加油！中国加油！武汉加油！中国加油！武汉加油！中国加油！中国加油！武汉加油！中国加油！加油！武汉加油！中国加油！我好想你。